那显然在这一方面，你们并没有，你和程然先生在这一点并没有达成一致，所以你们不符合简易离婚的条件。我将全权代表程然先生。 单方面向法院提出离婚，在你收到离婚诉讼公文之日起满半年后，法院判决离婚之后，你和他就是路人。没那么简单吧？你以为我们研究过离婚程序？我和程然千丝万缕勾连多着呢，半年后法院怎么判？说不定的吧。也许半年后还存在争议，但是离婚。 是时间早晚的问题，对，时间早晚是个问题，没准三年五年也离不了，反正我不急，慢慢耗着呗。金露女士，这只是你单方面一厢情愿，我将尽全力帮助程然先生早日达成离婚的目的。 你太过分了！你再说一遍！你给我站住！金露女士，该说的话我全都说过了，请你保持冷静。你这样属于人身攻击，你知道吗？你太冲动了！想跟我谈条件？如果你这样的话，你会受到惩罚的。你看我，你害死你！你冷静点可以吗？你这样会受到惩罚的。金露女士，你太冲动了！我告诉你，不要让他看见你。 Hi, William. This is Xiaoqing speaking. I am studying for the JD degree at law school. I saw a company's just posting for a legal counsel. I'm very interested in this position. Okay. Okay. I'm available at that time. I know the address of the interview. See you tomorrow. Thank you. Bye. Monica. Monica. 青，我去纽约了，结束后就回来，别担心我 ，Monica. 到底还是去了。 William, are you here for interview, right? Yes, I am. Okay. This is Shu Che, CEO of our company. Excuse me, are you Chinese? 嗯，是，他是中国人。你们认识啊？我没想到是你的公司。要知道是我的，你就不来了，对吗？ 很高兴你愿意加入我们的团队，但是很抱歉，这个职位不适合你。你还什么问题都没有问。
就这么被你秒杀了是吗？没必要问啊。你很了解我吗？很了解不敢说，但是我公司需要的法务，他的专业性至少在我之上。一个连刑法都学不过我的 JD， 我凭什么信任他啊？哟，你果然在这儿啊！你还真是不好找啊！是你让陈然和我离婚的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他现在天天追你，你也不知道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他天天跑去你打工日料店给你送小费，把他老爸的豪宅让给你住，让费用伺候你。光天化日下，恨不得全世界都听见他嚷着我养你做我女朋友吧。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些都理解为纯洁无瑕的友谊？我没有义务向你解释任何问题。你有任何疑问，请你去问陈然。我现在在问你。没看你干什么呢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手撕小三儿呢？小三儿，小三儿，他不是小三儿。这你也帮他洗白？给我站住！咱俩不是美国法律承认的合法婚姻，你没有出轨追他，他不是介入咱俩导致你要和我离婚的罪魁祸首。 咱们那是商婚，商婚也是被美国法律承认的合法婚姻。萧青，你要觉得自己不是小三儿，你今天就当着我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话和承然说清楚。过分了啊！你以后永远不见承然。走了，走了。你敢不敢说？走了。你自己不是小三儿，你以后别吊着他，不然我见你一次灭一次。 Time is up. Time is up.
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吧？有人报警吧？不能让警察看见你，快起来！ 你在那儿干嘛呢？惊着了是吧？进来吃点东西压压惊吧。警察走了吗？走了。孔子不都说过了吗？心中有神，肚子不慌。 刚才呢，警察局来电话了，向他们通报一下情况，基本上就能够排除是恐怖袭击。那小子说，这昨天开枪的事他一点都不知道。然后给他做了一个酒精检测，1毫升血液里边400毫克酒精，就是也就是说，他这完全就是喝大发了。 明白什么意思吗？给你开枪的那不是恐怖分子，那就是一个喜爱
射击运动的酒鬼而已，不管是醉鬼、毒虫，还是恐怖分子，谁开枪一样都是命啊！是，但是也没那么严重。以我这个多少年的这个丰富的经验啊，你几年你也遇不到那么一次的事。 您的意思是说，我还特别幸运了？哎，你要这么想就对了，一会儿出去买张彩票，没准你就能中头奖。那刚才那颗子弹要是打中了我，会怎么样？哎，你有保险没有啊？有。 办美国签证的时候入了保险，你还是的。有保险不就完了吗？那你怕什么呀？那我要是被打死了呢？你就不能想点好的？咱们退一万步说，你真被打死了，不是还有被打死的赔偿呢吗？有人得着钱。 你提醒我了啊！你呀，把你那个家人或者朋友的电话你得给我一个，万一你那个什么……我知道联系谁是吧？我不干了！哎哎哎！ 别说不干就不干呐！你这么着，宁加薪抚慰一下你那个幼小的受伤的心灵，好不好？不，你听我的，大难不死，你必有后福。有这么一次之后，你就金刚护体了。宁加什么我也不干了。这一枪给我打醒了，这所有的事都是老天在警告我。你看。 我不是要任性吗？任性就没有好下场。万一我要是在美国，这不明不白的监了区，那我国内的父母、我爷爷，他们谁来照顾？那些我该负的责任，谁替我负啊？哦，所以你认为你就要回去对你自己、对你父母。 对这个俗世去负责了，对吗？反正说什么我也不干了。我在您这儿一共干了40多天，您给我一个月的薪水就行。我就对你们这种啊，遇着点屁事就往后缩，就往后退的人。 非常的 very 的鄙视。你要一定要走，我拦不住。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，你走之前如果还在这儿住，每一天我得收$50。你记住，也没有免费的早餐。早餐我给你拿来了，吃不吃每次都是$20。 从这弄开始算。妙莹，我在这里坚持不下去了。好在你和舒彻回到了从前。
我就当是给棺材板，停下了最后一颗钉子，可以死心走了。我就这样默默和你告别吧，对被你忽略的小事儿和照亮我生活的大事儿说一声再见。 喂，爸。有一家在美国注册的旧金山华人风投公司，刚给舒彻的公司投了$300万。哦，这是件好事啊。但是项目初审、条款清单，还有尽职调查，一系列的必要流程，都是走过过场，快得不可思议。这正好说明，他们对舒彻的创业非常看好。 这家风投公司的资金背景跟你有关系吗？没有任何线索和证据显示，我跟这家风投公司的资金背景无关。您就跟我说实话吧，是有关还是没关？还记得我临离开美国跟你说的那句话吗？有些事情一定会发生。这就是你给舒伯伯的回报吧？ 回报他让市政府地铁竞标项目处于伟业掌控之下。麦阳，这不过就是个商业投资行为。爸，我明白，这是投资，但这更是办成投资的变相贿赂。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是我在幕后操纵，给舒彻投资，更不会有人知道。 这种投资的真实性质。现在知道这件事情的，加你一起，一共4个人，就连具体的经办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妙英，放心，啊。 就在刚才，我十分震惊，也十分确定自己听到了一些敏感词。我对妙音的处境有了深入的洞悉，对她和舒彻悔婚情变的原因有了隐约的知觉，也因此对她产生了更深刻的担忧。
怎么着？跟你那个风花雪月的告别完了？什么时候走？告诉我啊，跟你结账。 我不想走，走不走随你。我也不轰你，把这不好，把这儿弄平。我说我不离开，我是说我不离开美国，又没说不离开这儿。 我来吧。 我会干到等你找到人接替医院班经理的时候再走。 你干嘛？要上天吗？金洛，现在咱们俩离婚了，你管不了我，我也管不了你。你不想结婚吗？这边有很多帅哥，你随便。哎，哥几个，这是我前妻，你们谁要是看上了、看对眼了，你们随便。Music。 你怎么还没走啊？赶紧给我滚！哎呦，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我他妈就要有病跟你伤婚。老陈，我脑子有病，你现在我……赶紧给我滚！我跟你说啊，你一不走，我走。啊。
喝多了，别往心里去。躺好了，躺好了。才睡，快过来一起吃早饭啊！刚煮的咖啡，谢谢。莫妮卡回来了，你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。具体情况怎么样？莫妮卡，饿了吧？一起来吃早饭，边吃边聊。我现在只想上床倒头大睡。Party 需要帮忙吗？我朋友多，需要酒水服务、乐队助兴什么的，我可以打折。乐队就算了，来的都是朋友，倒是这个酒水还没落定。你朋友靠谱吗？必须靠谱，这事就交给我了。啊，行行，那我先忙了啊。刘凯 ，I'm sorry, I have something to do now.
白天睡觉，晚上喝。这一回来，作息就恢复过来了。你的新工作比日料店下班更晚。习惯了。啊，弟弟怎么样？飞机一落地，我就直奔医院，跟我妈说，我来做肾脏配型。我做好心理准备，给 Adam 一颗肾。然后呢？然后造化弄人，没配上。心回来，记得这份爱。